，Soft Pan 被强了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办法总比障碍多。以前介绍的翻墙工具要起作用，都必须提供相应的条件，比如代理服务器的配置信息。今天分享的工具不需要任何条件和设置，唯一需要的只是得到它。不过它有个缺点，它是个浏览器。只能用来浏览网站，不能进行全局代理，无法对其他应用进行代理支持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最轻松的徒手翻墙过程。我们打开 Chrome，访问一下谷歌。访问失败，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墙内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来翻墙。我们访问一下 Chromium 在 GitHub 上的下载地址。Chromium 呢，有 Mac 版本和 Windows 版本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版本。我选择 Windows 版本来作为演示。点击 Windows 版本的连接。好，开始下载了。下载完成了。我们打开所在文件夹。挤压一下，我们打开 Chromium 的文件夹，在这里边呢有一个 Chrome 点 exe，我们双击打开。我们访问一下谷歌，好，访问成功了，说明我们的翻墙已经成功了。我们来访问一下 YouTube，播放视频看一下。Fumbled a moment ago and was saved by his teammate. They may have an issue there. Here's a pick. That's an issue. Out of the.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祝您平安喜乐。